喂喂喂，大家好，大家元旦快乐，我们这乐队啊来自延庆，北京延庆是一个就是挺神奇这么地方，原来不太出名啊，后来出名了，为什么？因为这个80野生动物园是这个老虎这事儿啊，然后所以说大家想换女朋友，带着她去这个动物园走一走。第一首歌小白白啊，这个这首歌写给一个就是这个物欲横流的这个社会里边一个纯洁的女子啊，然后跟老公好好过日子，现在这种女人很少，然后我首先给点赞。不过这个艺术来源于生活，怎么高于生活，咱说实话啊，咱自己也说实话，这小白白如果长得但凡好看的也出轨了啊，然后小白白鞋的鞋子，这是我们延庆话，就是二鞋，就是家里边排行第二的男孩，然后排行第二的排行的就是男孩家里边叫鞋子啊，然后这个女孩我不知道怎么叫啊，反正延庆话，然后这个二鞋的鞋子就是排行第二的家里边男孩的他的儿子啊，然后不解释一下大家听不懂啊，二鞋的鞋子。
Thank you.
是魏帅呢？大家说这是魏帅呢？政府说这是魏帅呢？领导说这是魏帅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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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第四首歌着重介绍一下，第四首歌，然后我玩一个软件叫唱吧，经常在里边唱歌什么的，然后后来发现这个就是这些一系列这些能直播的这些软件啊，就是网红，哎，这些网红他最终就是骗买活的钱啊，网红所谓当网红之后就是推销点假产品骗粉丝点钱，十个网红九个装逼，还有一个买补妆机，哎，看着就跟 iPhone 7似的，都只能11星期啊，就这样啊。然后这个揭秘网红那些事儿，到时候就别上当啊。唱吧盘点这首歌。消遣娱乐，释放压力是人之常情啊。空虚寂寞，无所事事，你还敢现场直播吗？爱情的歌，爱情是美丽，是神圣的。俗话说得好，那一场场奋不顾身的春天里的旅行，那一次次说走就走的关于那爱情，我和小鸟。Thank you.
却你也不知道。谢谢大家，咱们再见，祝大家元旦快乐。